为什么楼上又没声音了？是吧？要隔音再好，不至于吧？而且好像也没什么人啊。你听我们来，其实就算是一个存证了。你一说要告他，这个也算是一个证据的。没关系啊，他们去年他们有一个，他们有装那个。对。他什么时候装的不晓得，我没关系，对啊，我知道上面有人。要在访可以就是沟通一下，他说你已经有做这个动作了，啊，不要走到真的要法院相见，让他陪你还有。嗯嗯